台湾行脚发掘在地人文，乐事美声唱遍乡土情怀。身在自己的故乡，为何还会有乡愁呢？我来到发现史前台湾人的佐证，看一群为了保留故乡之名而努力的人，用音乐，用热情打开佐证这颗时空胶囊。佐证的音乐故事，尽在乐事美声录。